蹲下。然后你要做什么动作呢？好，下一位。好，下一位。来，这位同学是真的怕狗狗的，然后克服心理障碍，因为现在丽江妈妈把那个狗狗拉住了，所以你可以靠近一点没关系。而且我们现在的狗狗其实是很温柔的狗狗。好，你可以靠近一点。然后蹲下来，蹲下来，蹲下来，太远了，你不是鲁夫啊，你手没有那么长。好，你再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，对，然后那个请丽江妈把那个狗狗后面拉住，就是压着，好，这样子它就不会对你怎么样了。好，然后你蹲下，蹲下，好，蹲下。蹲下，不要害怕，蹲下。好，那我来帮助你。来，来，我在边边。对，我在这里。好，然后你慢慢靠过来，我的手在这边，不用害怕。对，好，再过来一点。然后你的手跟我的手放在一起，
好，好，我的手在这边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不用害怕，来，再靠近一点，来，再靠近一点，我的手在你的前面，不用害怕，再靠近一点，对，好，你再靠近一点，好，然后给他吻，不可怕，好，那你再靠近一点，来，再靠近一点，我握着你，我牵你，好，过来，你再过来一点，你的身体再过来一点，对，他抱住他了，好，好，再过来一点，然后好，他吻你了，对，好，那你再摸他的下巴，没关系，不靠近没关系。那你要知道，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，你可以先给他闻，那他闻，对，他闻你，他没有反应，然后你可以摸摸他的下巴，那再摸摸他的头，你可以试试看，鼓起勇气来。好。那你可以先试试看，等一下你也可以试试看。那我们先换后面的小朋友，你可以培养一下你的情绪。各位怕狗狗的同学，不可以在狗面前跑了，会被追哟。下一位，可以呀、啊。
那老师大概还有多久时间下课？到9:30，所以我们大概还有7分钟。7分钟。那我们这边现在开放，还想要练习怎么摸狗狗的同学，那我们分成两边，这样会比较。对。